今天来峨眉山，明天可以去看猴子。早餐，今天我们是准备上来峨眉山的金顶。他在这边是先要开车到停车场，然后呢再坐旅游观光巴士，大概40多分钟，然后再坐缆车上去。现在我们把车停到湄公亭，等会会步行去缆车那里，应该会经过有一节山路，然后应该是可以看到猴子。我今天就是来看猴子的，非常想要看猴子。我在山脚下买了一个这个帽子，它说是手工帽，特别可爱。等会上去应该会冷，所以等会可以戴一下这个帽子。看大猴子了。
地铁来成都送我外婆去青城山那边避暑，我朋友送我去，然后我们就在我外婆家附近找了一家特别有名的凉面，在一个家属区，这个样子的。我有一样的，我回到巴士。修啥子呢？你去修啥子呢？嗯，屏幕碎了。勤劳的强哥，还有我外婆和他奶奶。这环境好好。拜拜。你要注意安全哈。好的，我开慢点。拜拜。佳姐说这是成都最好喝的，结果关门了，随便带我来喝一个咖啡。哎，你喝，我给你录一下嘛。来，放大放大 zoom in， 好不好喝？最后一顿，跟朋友吃一顿火锅鱼。哦，黄辣椒，好久没吃了，妹妹。你的单上有没有感觉？那不打个招呼嘛。来，西部的花花的。干杯！今天是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呢，我姐姐从澳大利亚回来，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们带着奶奶两家人吃一个泰式火锅，正好。我以前非常爱吃泰式火锅，但是呢我这次回来还没有吃到，不过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我姐还给我带了一个这个 BB 的眼镜。还在录奶奶。哎呀，奶奶奶奶好，你不要脸啊，大众点评的然后就去那个老虎这个地方啥子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个首饰嘛，哦，视频，这是我姐姐亲爸。还不到八点，我现在是先飞秦皇岛，不对，先飞天津，然后去秦皇岛，然后过两天就要回美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发现在成都我的皮肤真的还不错，可能成都比较适合，就是很润。不，我进来结果飞机晚点了，关键是不知道晚多久，因为是好像是航线中间有一个城市西安，然后它一直在暴雨就不敢起飞，我们机场这边飞机什么都 ready 了。我就刚刚在附近买了一杯星巴克，这个味道国内星巴克的味道，扶手干又有气泡冷萃，好喝，很特别，就是有非常香的那种西柚皮的味道。沈阳已经接到我了，站在这个去阿那亚了，到酒店了。这次住的是这边也算是他们的网红酒店，叫安澜酒店。房间，看吧，这个房间真的就是一般般，就是那种网红酒店的感觉，没啥质感。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阳台，这个阳台还蛮大的。园区都是坐这种小车车，我们来吃这个，哇，好漂亮！火车火锅，我来秦皇岛还是只想吃火锅。
长这个样子。手要放松。早上好，阿那亚的早上，今天天气蛮好的，比昨天暖和很多。现在9:18，我们先去预约了一个他们的那个网红景点礼堂去参观一下。我们约了一个可以进去的，好像是园区的酒店客人，然后进去就不用花钱，只需要在他们的那个 APP 上约一下。但是如果是外面专门来参观的话，需要给一个门票钱，大概是60还是80。这边还有这个 Manner Coffee， 我在成都没喝上，在阿那亚来买一杯试一试。又点了一个 Dirty， 还有一个桂花拿铁，蜜的，还是成都那家好喝一点，这个黄油味没有很重。自己选鱼，小杨带我来吃鱼库，他在美国就说这是秦皇岛最好吃的烤鱼。
三个杯嘛。哦，这一趟的最后一个。我们今天又要赶飞机回美国了，先飞香港，然后再回旧金山。那是我们的飞机，国泰。拜拜，大家！时间过得太快了。If needed, our crew will provide life jackets for children and inflatable cots in default charge. If there's an emergency.